小姐，今晚一个人吗？对啊，但我死会了。我在等我老公洗完澡，等下就要睡了。你干嘛？那在你老公回来之前，可以先让我陪你吗？在外面，如果被他听到怎么办？没关系啦。哎呀，不要来，这多尴尬！赶快让我抱孙子，我等不及啦！奇怪，刚刚还在用啊，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？没有遥控器，看电视很不方便的。爸，我回来了。爸，你在找什么？你们有没有看到电视遥控器啊？没有啊。奇怪了，怎么找不到了？妈在的时候啊，只要你说一声“老婆，遥控器嘞”，遥控器就会自动送上。妈现在不在哦，爸连生活自己的能力都没有。怎么会？她不在啊，我还轻松呢。不然的话，哎，鬼刚谁谁聊，烦都烦死了。妈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吗？谁管她什么时候回来？爸。你不会跟妈吵架了吧？一定是爸，你干了什么好事？爸，你不会跟妈要离婚吧？叫我跟佩姐要跟谁啊？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两个都要。你才小孩子嘞！打我！Coco，先喝水啊。你们两个在那发什么神经啊？你妈发发脾气就没事了，过两天就回来了嘛。我们离婚了。我们叫外卖啊，母老虎不在家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，OK？ 要吃什么？哦，我来看看。遥控器怎么在这？小姐，今晚一个人吗？对啊，但我死会了。我在等我老公洗完澡，等下就要睡了。你干嘛？那在你老公回来之前，可以先让我陪你吗？不行啊，我那客户简讯还没有回。在外面，如果被他听到怎么办？那我去开音乐，开大声一点，这样他就听不到了。这不是欲盖弥彰吗？好了，那就只能等一下了。计时开始，我们应该是我们现在接那个计时的客户，我在家也就是买一买那个曲库机的，妈应该也知道我们在干嘛吧？没关系啦。哎呀，不要来，这多尴尬！赶快让我抱孙子，我等不及了。